请将盖子旋转打开。为了装上剂量，请将底座朝右旋转。转到不能再移动的位置后，再向左转到咔嗒一声。将吸入器放在旁边，尽力向外吐出所有空气。将吸口含在口中，然后尽力吸气。闭着嘴巴憋气10秒钟左右，然后缓慢吐气。接下来盖上盖子。结束后，请漱口，吐水。